你这个家伙，把东西拿出来！不要这样！难道秀来都没跟你说吗？又那被人说她是性骚扰犯的女儿，难道你坐视不管吗？既然是你开始的，你就要负责。证据都在我这里。灿佑，拜托你放过我！你已经错过太多机会了。爸，拜托你阻止灿佑，还有公开我车子的行车记录器，说的话都被录在里面了。你们是谁？你们到底想干嘛？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完美邻居。